Hello 啊，时隔一个月又见面了，非常感谢你们的耐心等待。UP 结合了自己一个月不断打半圈得出的核球心得以及经验，给大家做了这期视频。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正题。为什么说半圈是三角侧核的升级版呢？我们来看前两次分身是笔直的。再看半圈，第一次分身与三角侧核相同，但是第二次分身稍微往上，形成一个四边形。认识到这一点后，我们只需要改变第二次分身的方向，其他与三角侧核相同即可。想实现这一操作，就需要学习摇杆的拉法以及分身时机。核球开始前，拉摇杆时蓝色箭头与队友有一段距离，注意此时白点不出圈。接下来点击第一次分身，再将摇杆斜向上拉动，白点出圈。此时点击第二次分身，最后将摇杆拉至队友方向，白点不能出圈。此时狂点分身，摇杆停住，不能随意移动。核球成功，来看一遍正常速度。学会一个点位还不够，全点位才能在实战中随机应变。接下来我会展示全点位的核球供大家参考，我会把讲解写在旁边方便记忆。大家注意看摇杆，白点不出圈，箭头离队友一段距离。第一次分身，白点朝队友方向斜着出圈。第二次分身，白点径直朝着队友不出圈，狂点分身。如果失误了不要气馁， UP 也经常失误，但是找到原因成功率马上就上来了。比如摇杆在各个位置时分身有没有点多，还有在核球完成后摇杆才能随意移动。训练方式最好是与好友互相练习，再不济就在训练营里找点位练。真心希望官方能更新下训练营能设置全点位的人机，大约实战和训练半个月，基本可以做到零失误。这期视频从整理细节、写文案、视频录制以及剪辑花费很长时间，希望可以理解。喜欢的小伙伴不要忘了一键三连。